其实每个女孩就都是公主，虽然我非常胖嘛，没有人说天生生下来就应该我就应该逗你开心的，嗯，谁来逗我开心呢？是不是？嗯，我来。耶！你弄逗你就这样就很好笑了。然后我去参加认真的 Gagman 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海选，然后有一个上海一个什么电台的一个主持人，就是情商非常之低，过来就问你，哎，好不礼貌啊！你和那个谁谁谁就是一个很胖的喜剧演员，你和那个谁相扑谁能赢啊？哎呦，他以为他这是幽默，好伤人啊！完全不熟，第一次见面，哎，对女孩这样太不友好了。对啊，很过分啊！没抽他，对我说我丑，那 OK， 你说我丑，你全家都丑。当时我没反应过来，我还傻不拉几的，我也不知道，然后就。就笑了一会儿吗？对，我笑了一会儿，我自己还笑了，我没意识到，因为我这个人相当开得起玩笑了。回想起来有点不行了，我想扇他一个嘴巴子，真的，哇，太不尊重，就这种人当主持人。